相信我说报告单上年纪比起现实太过老成，整个房间只有我和他两人，在一个通宵后医院的早晨，我不停询问求个结果，他盯着电脑没有理我，无意给我这些天堵在心里的焦虑又狠狠地点了把火，在默不作声中等待，浑身颤抖，羽绒服都无法掩盖，脑袋一直闪过那些年发过的毒誓是不是来讨债，只见他一字一句吐出，我憋着口气没敢呼，不是很大的心脏在猛突，同时喘息的声音也很粗，他回答完我松了一口气，积压的情绪像是利滚利，胸口的大石瞬间碎满地，抬起了右手整理发髻，如释重负的走出房间，看着走廊，他们有多少是在逞强，可能因为医生一句话，从前的乐观之后开始都要被冷藏，我出了医院门口，我开始猛吸，忘记他说发展下去会成晚期，现在还有转机，可我就是不习惯去对幸运说感激，属于不见棺材眼泪不会落下，年纪轻轻所以不懂惧怕，或者换句话和他们大多数一样，我健康意识早已经被弱化，说实话我也不愿脏，可当时我忽如其来的孤独中最好的一剂药方，要我一时半会如何记，拿什么熬过寂寥的夜，没有什么比他带给我的感受更真切，哪怕是我谈了一年半载那种初恋，我也会嫌他臭却着迷那股劲，我知道他有害却还是抱侥幸，我清楚会生病再赌命够不够硬，哪怕已经离死亡的距离非常近，如果真的留给我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拜托千万不要把我埋在土里，请让我沉入海底去感受另外70%的手笔，